宿舍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我之前不是在 IG 跟 FB 有发了一篇募集观众的文章吗？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些人呢，就是来报名的观众。我们到了一个废弃的军医院。那一天我原本只是打算做一个单纯的鬼影实录，选出五个点，然后在那边拍摄灵异照片。可是没想到过程中却一直发生一堆突发状况，比如说门自己关闭，东西突然自己出现，甚至人家俗称的鬼打墙。现在就不多说，直接给你们看那个时候的画面吧。你觉得门要打开？不用，我效果比较好。哎、欸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干嘛？不了。你不舒服了？我刚刚就说那个门不要开，其他人不会撞，今天会有事的。他已经进来了。他跟我说。你有听到吗？我去看一下。是这个厕所吗？不要，这个。哎，搞到在这里。下一个地点，领药房。浩浩荡荡，可以给我一个手电筒吗？你们这样看是吧？来来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 ？Are you okay？ 有水吗？有水吗？等下给你们讲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啊，不行，我们就可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你比较不舒服。第二个店，还要出？我们要在这里拍一张。朝了第三个地点前进，长廊。前往长廊的过程中呢，经过了我们原本进去的入口，但是在入口的地方突然多出一只扫把。大家都说原本的时候没有那只扫把，就给你们看一下当时的画面。这样没有了，哎、欸，没有扫把，真的没有扫把。我确定刚刚真的没有扫把，刚刚没有扫把吗？刚刚没有。确定没有扫把？确定没有。我确定刚刚真的也没有扫把，真的没有。我们刚刚就在这边拍照，这边突然出现一只扫把，我们刚刚录影在这边嘛，可以放一下画面。你这只有拍吗 ？OK， 那只等一下我会拍，然后。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扫把应该就是这个我拍到的东西，可能单纯只是大家紧张所以记错了。这个也同时可以证实说人在紧张的时候会联想一些有的没有的画面，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睡觉听到什么声音，我们就容易联想到是不是有阿飘之类的。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当成一个实验看，其实也是蛮酷的。离开扫把那个地区，我们就继续的往长廊前进。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进去，第一次我们很轻松就找到，可是这一次呢，我们找了两次到三次都找不到那个入口。如果在民间的俗称的话，就叫做鬼打墙。对，是。啊？我没有走到这边过。这边从头到尾没有走到这边，包括一开始有都没进去过。我刚才就一直很纳闷，说为什么你一直要在这边绕？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就没有走到这里来啊。有啊，那边就不一样了。不是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刚刚没有这栋红房子吧？我刚才说我们没有走到这里来啊。对，我们在这边绕两圈啊。只是刚绕的时候没有这栋房子吧？有啊，是三百有啊。有，我记得有啊，是是 我觉得你看到好像跟我一样，是不是我们是走进那个草原，然后面的房子？因为我记得我们有走到大草原，我也记得有走进来。那我记得我们没有走到这边过。但是这边我记得我们刚在市井的时候，我看到这栋房子。我们有，但说不要过去。我们一开始有，不然我们就走刚刚这边。所以地下冰原就在后面，哎，都在这边。好啊，从这边进去啊。他们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们是从这边出来的，最后出来。我们哪是从这啊？为什么每个人出来的地方都不一样？谁摸到这个石头？我。你要从这里出来啊？我们从那边出来，摸到那个石头。王狗，我在门口那边等你们。真的假？我陪他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好像不太舒服。好，你们不太舒服，那你们小心一点哦。好，小心哦。我们现在就要进去这里藏。
风浪。对，我这边踩的都是东西。我有点不舒服，你也是吗？我也是有点不舒服，不知道是不是压力。已经有人不舒服，先离开了。直接来到地下病院拍最后一张照片，让我们赶快撤。地下病院听说是最可怕的地方，来吧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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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那我们准备拍照。那个黑真的非常非常的奇怪，你们可以看到那个门，它其实是这样半开的，我摄影机就架在那个门的那里，门外面就只剩下那两个女生嘛，那个黑影就这样顺进来，就算他没有走动，也不可能会直接进去，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奇怪。也会包括那个黑影说你们传给了一点那些照片，资料更详细以后，全部一次再来跟大家分享。今天就感谢大家，如果喜欢这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是那个屁股可以嗨，抱歉 ，sorry。OK， 我想握着屁股可以。